好震惊。选举登记首日，柯文哲的胞妹柯美兰牵着柯妈柯爸抢先现身。柯美兰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竹市立委，满脸笑意，却忘了带20万元保证金。钱我有钱，很多钱，很多钱，我忘记了，也蛮多钱，就一起大家凑一下。出现了尴尬小插曲，20万元并非小数目，无法现场凑齐，幕僚赶紧奔波提领。这一次新竹市立委选情激烈，民进党林智杰紧跟着抵达登记。新竹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关键，这是为什么新竹的选举格外的重要。还有国民党的郑政乾也在登记首日现身。郑乾，郑乾，郑政乾。各阵营选将错开了登记时间，完美避开碰头机会。而时代力量邱显智登记日选在21号，新竹市立委激战呈现四咖都。另外也被外界视为具有指标性的选区，就是南投第一选区，挑战现任蓝营立委马文君。民进党蔡明轩已经冲出了高声量，在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陪同下，先登记后扫街，行程满档。一天年过了啦吼，咱也难看到讲吼。真正到做到上面，如果你不愿意做，如果你只是要为了你自己的蝇头小利，哦，我们南投乡亲，大家改变就在这一次。第二选区尤浩则由县长许淑华及议长何胜峰陪同。完整南投蓝天。南投另外两名立委选将蔡培慧与马文君预计23号才会前往登记，随着登记日，选将也将正式进入激战时刻。三立新闻张浩义、林伟智、吴坤宇 SM 小组南投新竹综合。